工作找的怎样？我是炒米粉。Hello，讲啦。出来啉酒。在哪里？靠近你家湖边条咩？好，我吃饱了，下来找你。谁？美玲，我进去找朋友一下。你过来。我来啊。就。你讲，唔管来。上个礼拜问你的药，来哦，第礼拜来哦。过来先。头脑歹啊，等下行看物件出来，拍拍走。明仔再讲。去了。饮酒。Hello，来，OK，你有带来无？为什么每天都买同样的东西？早上我去的那些工作，你有打电话给他们吗？打了，他们说找到人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孩子要生了，需要很多钱。好了，我会找八单来做了。去冲凉去啊。每次跟你讲到工作跟钱，你就走掉。孩子要生了，谁来养？知道啊。你拿我的结婚戒指和手环要干嘛？哦，拿衣服的时候掉出来。放回去，他们对我来讲很重要。哦。逛了，你还有货吗？哦，打被起价了啦，进货充公啦。老喂，穿朋友阿将咩？无骗你，爱趁价，你过来买。啊，叫啦，叫两包啊。
我的结婚戒指何处是呢？我需要点钱跟冠州生意当了。阿冠，你明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你还跟他走那么近？他没有你想象那么坏啦。OK， 那么那时候那个50块呢，也是你拿的吗？你为什么不问我？ 是啊，是我拿了50块吗？怎么大不了？你拿了我的钱，当了我的金，你是不是晚上毒瘾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？那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已经戒了吗？为什么又开始？我这么辛辛苦苦每天做工，为了什么？哎，你不要管了。啊，卖小花嘴啊，研究。啊，你需要钱对啊？我一个罗帮啊，有一对夫妇。很有钱的、啊，他们生不了孩子，他们想领养一个孩子哦，会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红包，想想看哦。肚子怎么了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没有问，但是孩子很健康，多一两个月就要生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我以为有了孩子过后他会变得更好，但是我错了。既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会更麻烦，有没有打算要跟他离婚？离婚？离婚需要很多钱，这么短时间我去哪里找钱？你等一下。这边有我的私房钱，你先拿去用。我哪里可以拿你的钱？不要讲这么多，你有更需要这笔钱，你先把事情解决了，孩子生下来再慢慢想，还给我。可是你不要告诉部长。我也有钱要去换。好。美玲，来坐一下，我们聊一下。对不起，当了你的首饰，我会把它们全部买回来。不过，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？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想领养孩子，他们有钱，他们会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们。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他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一吃要吃坏头脑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们还年轻，什么时候要都可以。他们真的会给我们很多钱耶，会让我们过很舒服的日子。你无可救药，不是人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没有人可以拿走他，连你也不行。美玲，美玲。